当草坪上出现了寒冰子弹组成的两年半，卷心菜子弹组成的两年半，黄油子弹组成的两年半，冰瓜子弹组成的两年半，坤坤篮球组成的两年半，冰火组合组成的两年半，巨型坤坤篮球组成的两年半，玉米泡子弹组成的两年半，毁灭菇子弹组成的两年半。面对一个十万血量的史蒂夫巨人僵尸，哪些子弹能打败史蒂夫巨人呢？寒冰子弹。寒冰子弹失败，卷心菜子弹。卷心菜子弹失败，黄油子弹。黄油子弹也失败了，冰瓜子弹。冰瓜子弹失败，坤坤篮球。坤坤篮球挑战失败，冰火组合子弹。冰火组合子弹失败了，巨型坤坤篮球。篮球成功，玉米大炮。玉米大炮挑战成功，毁灭菇子弹。毁灭菇子弹成功打败了史蒂夫巨人。